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啊，蝴蝶是可以变成中国故事，我们这个也可以变成法国故事。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爷爷和孙女儿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孩子的成长，这个不困难。李老田老师对戏的时候，我发现就是也确实在这一点上是我觉得很吸引的地方，就中国人的父子关系这种关系，那我觉得我很幸运，我能跟李宝田老师这样的演员对戏。我跟他之间的很多想法的东西，包括文化，包括这种特别能够搭得到一块儿，所以这种父子的关系跟法国的父子、跟美国的父子跟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可能观众在最后在荧幕上会看到说，哎，这两个父子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沟通关系，但这种关系真的就是中国的大多数的父子关系都是这样的。